食啊！快啲 send 先上我。以前啲漁網咧，早期咧唔係用尼龍，係用白繩嘅，用繩嘅。佢話條外膽白咁，嚟咧，我哋落少啲鹽啊！海豚有分三個顏色嘅喎，灰色嘅咧就是海豚 B B。你真係神人嘅，你唔知喺度出翻嚟。羅巴飲有一啲可以再量高啲嘅，所以咧飲入呢度奶。好清楚喎，買俾啲仔。Filipino shop here, Indonesian shop, on the other side there are African shops, okay? What is that? Oh! Oh, 同學覺得杯奶茶點啊？好好飲啊！好好飲，非常之好飲。同香港奶茶有咩分別啊？一個有姜味，一個冇姜味。樹咯，第二個比較，我覺得高級啲啦，就係、是、九龍嗰啲，比較多啲商業大廈嘅。住喺香港嘅原居民咧，都係喺鄰近嘅地方嚟嘅，即係廣東啊嗰一帶啦。咁佢哋係講咩話嘅咧？都係客家話、圍頭話呢兩種話為主。OK。蘿蔔糊喎。蘿蔔糊好似係。係啱嘅。喂，講到啲好好出。這個呢我們叫做蓖麻，是可以入藥的。布渣葉呢有個很特別的特徵，就是你這樣捏它啊渣它呢，它都不爛的，好像一塊布一樣。見不見到啊？見到塊葉上面有很多這些點點在這裡。我們一起去了解一下，其實這片這樣的水體啦，這個濕地裡面呢是有什麼生物的。見不見到一條紅蟲啊？還有一條。哦，這條嗎？頭那邊是幼一點的，尾那邊是闊一點的。白色那些知不知道是什麼來的呢？貝殼。近啦，其實他們都是跟貝殼是即近親，但是呢就是再仔細一點，樹根那些位置就是我們平時吃的殼。英國沒有名堂，所以英國就繼續大航海時代。